好，我是一把陈燕秋。美美不美？我们本来也真的，你懂吗？觉得她很漂亮这样子，那最后没有人敢高攀她。可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到底我们三个三角恋情谁赢？你们自己去看 ，OK？ 而且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有动作，有舞蹈，舞是哎，这个是阿贝给哈，阿贝给就不要客气了啊。哎，感谢阿伯，感恩感恩感恩，谢谢你。哎，对了，来吃一下嘛，一人吃一块，来 ，OK， 一人吃一块再讲。来，哎，我减肥，减肥这个吃了，对，不用紧，你减肥，你的那一份我吃，好，来，讲你们在电影里面的，这次《刺杀决战二》是新加坡的第一部动作片，然后就是combine 了。Lion Dance 就是舞狮，还有舞蹈，还有武术，还有这次有友情啊、亲情啊，是两岛这次拍的最难的一部片，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今天已经在全岛上映了 ，Golden Village、Cathay、Shaw 哪里都有，希望大家会支持，谢谢。来，我们现在来个自我介绍一下，来查理介绍一下自己。OK，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叫查理吴敬仁，在《刺杀决战》里面我演的角色叫阿强，是虎鹤里面的一个弟子，是打鼓的。你讲到现在，你的肉还没有咬完呢、啊。一边讲一边吃一边讲比较有 feel， 没有礼貌。那你可以这样一边跟观众讲话、哎。对不起。啊，对不对？闪一边，拿过去。来，包子。来，老婆，这位是我们的新人，所以呢，来介绍一下。哇突然三个麦递过来，有点吓到。Hello， 大家好，我是这部片的新人，我是 Vance 包子。谢谢。然后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角色是小王子，然后我跟 Tosh 是来自同一个师门，我们是云霄的。对，看他的人就知道他怪怪，还有好多人叫包子，你看，狼狈有给我包那个狼狈，我还算了，那个是外号了 ，bro。外号啦，我还以为你妈妈跟你取这样的名字，接不下去啊。来 ，Tosh， 来讲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Tosh， 然后以前在 Aboys 里面我是 Tosh 没有啊，没有，我以前在 Aboys 里面是演沙尊翁，但是这次在《刺杀决战》我就是演的角色叫狮神，然后狮神就是想把传统的舞狮改成比较创新的，加一点舞蹈，加一点 cheerleading， 加一点 acrobatics，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跟鬼羊的那部队有一点冲突，然后你想看，如果最后小雨会选择我还是他，你们一定要进去院看《刺杀决战》，谢谢大家。那我呢我在戏里面扮演的就是小雨这个角色，然后导致他们两个师兄弟反目成仇的一个原因。然后其实第二部大家很多人都会希望那个小雨会和 Maggie 在一起了，但是其实小雨到底有没有选择和谁在一起，然后他去了哪里，所以你们一定要到戏院去支持我们的电影《狮神决战之终极一战》啊。你们讲完了，稍微，我没有空，我来吃东西。稍微。大家好，我是汪伟良。OK， 我出生于歌台。OK， 这边我的家，我今天回家，我很高兴，我很喜欢跟歌台的观众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真的，你们真的还在这边。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应该来点掌声鼓励。OK， 我们今天回来到这边，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各台的观众朋友都很支持我们本地的制作，梁志强的制作，还有我讲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刚才在参加活动，但是就是我们的台主志伟大哥，他想说今天还有一场歌台，我们就从那个活动我们先过来，因为我们想要跟歌台的好像朋友见面，顺便做个宣传这样子。我们的电影已经上了，6月12号，也就是今天，已在全岛上映。希望，奇怪，我有没有讲到重点就了啊？谁弄你们跟我讲？包子弄你们尖叫啊！包子，我讲话的时候你安分一点啊！你看，他没有麦，没有的反抗，你安分一点啊！你乖乖站那边啊！好了，我有麦，我没办法看，你太厉害了，刚才讲到就是6月12号已经在全岛上映，希望各台的观众们、朋友们真的可以进这里进戏院支持我们，好不好？好一边而已，你们这边没有好到，好不好？漂亮，真的，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好不好？我们今天来这边不只是宣传活动而已，宣传我们的电影而已，我们今天有个任务，我们知道。有人过生日，
哎，是不是？是不是？你们知不知道？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寿星婆就请上台来，好不好？这是我们立新舞台秀的老板娘袁琪，掌声鼓励鼓励。掌声鼓励。大嫂好，大嫂，生日快乐！哎，我刚才吃烧猪手有点油，不用紧啊。来，我们在这边，就跟各台的观众说两句吧。谢谢，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真的，今天也是沾了这个四神决战的光。不要这样讲啊！我们是刚好这样子，你的生日刚好出来，我们换了。有帅哥美女，你看有。